今天赶集，西瓜便宜6毛一斤，咱们今天买个西瓜，做个西瓜酱豆吃。好长时间没吃过了，妈妈，哎，咱们几个中午吃西瓜酱豆吧。好多年没吃了，二几十年了呢。正好我爹不是过来了，正好做点咱拿回咱家里吃。啊，行行，提前泡了一晚上的黄豆，煮一下。西瓜这个芯是最甜的，先挖出来。妈，哎，你说西瓜再炖几头吧？啊不，那嘛，给，挺甜的瓜，把瓜剁碎一点。陈爷，去把这个拿着去喂了兔子，给喂他这几个，那几个等会儿再喂，去吧。准备点配料，切点洋葱，再切点红辣椒，发了点面，咱们再蒸个大馒头吃，发的多好。豆子煮好了，捞出来，控干水分，锅里倒油，把香料放进去慢炸，再把咱们切的这个放进去，调料炸香了，捞出来，把黄豆放进去，把黄豆炒至起皮了，放点红椒，把西瓜放进去，把西瓜炒化它，放一勺黄豆酱，再来两袋甜面酱，熬了大概40分钟，然后炖的比较粘稠了，咱们来点高度白酒就可以了，来点盐，盛到盘里晾凉，馒头也蒸好了，吃饭去，大鲜馒头。把西瓜都熬成酱了，都熬没了，你看看。谢谢你锻炼出来了，真好吃。西瓜酱这样做又方便又简单，然后吃起来还特别香，特别下馒头，一个大馒头。好吃。